早上起轿，于是早上出轿。我现在身价正好271，270几的，大概花了3个钟头左右才出起轿出轿，起轿一次才到一个半钟。7点到10点，第二次。多少钱？这样跟我一晚上大概6点多，就妙。现在菜市场都有新品。3点一次，3次绕进胡同。优秀，很优秀，可以演多少？